再翻轉頭，改一下翻，再翻轉 ，good， 係啦 ，perfect。大家好，又有 Coach 灰啦。上一條片我哋講假動作，臨尾就完全 fit 咗阿豪啊。不過唔係喺動作上面，係一個走位上面 fit 咗。咁啱今日講嘅 topic 咧，就係講如何走位啦。點解要先講假動作呢？因為我哋要必須要知道，我哋點樣可以 fit 開一個防守者，印象真實。今日就係講空間，我哋最後涉及咗少少空間。就是話，我一個投籃假動作，我太近我的敵人，你點 fit 都不會信你。所以我是一個適當的空間，隻半手，亦都是一個正常的防守範圍，射到波的範圍，敵人才會相信你。所以你見阿卡威利納那些很少吃人的假動作。一個防守勁的人，為什麼會很少吃人假動作？因為我這麼近，我根本就知道你不會射。不會fit得起他的，所以因為他根本就控制住自己的防守範圍，你根本fit都沒有機會。我們陣間最後都會講咧，點樣可以拉開呢個空間。我們今天先講點樣去吸位射波，因為之前講射波嗰條片啦，一點五 motion 跳投嗰 part 啦，咁啊，我咪將阿豪喺一對一嘅情況之後都fit到，重温一下先。即係都可以 fit 到咁樣，點解做得到呢？今日就講呢樣嘢啦，係咪好想學呢？咁第一樣嘢，我哋喺防守者上面，或者我哋要清楚一樣嘢，我哋要 fit 開一個 mark 你嘅人，你必須要喺佢視界以外嘅地方消失。先講咩叫視界？視界就係你可視範圍，我哋可以測量自己可視範圍嘅。每個人又不同，但是基本上不會多過180度，多過180度呢應該是兩棲類動物的，蜥蜴或者青蛙才可以的。OK， 好了，我們怎樣測呢？就是伸直你的手，是啦，兩隻手指公，你就這樣動了，動的時候打開，好了，不要騙自己啊，看不到手指公，不是感覺到是手指公，看不到手指公，好，這個就是你的可視範圍，我就通常大約160度左右。有冇咁大啊？你唔係感覺係睇到喎，唔係喺你眼角喐都叫睇到啊！你真係嗱，你唔好咁樣望，你喐就冇意思啦。向前望，你即係總之你隻眼係唔喐嘅，眼視線方向。我而家望住前方 ，OK， 就係咁嗱，大約呢度到嘅啫。因為咧，其實左下角咧。呢度眼呢個畫面嘅左下角係盲點位嚟嘅，你都應該望唔到噶啦，明唔明白？你唔好咁樣喐隻眼，喐隻眼冇意思噶。定死一個視覺，我大約呢度啦，好盡啊，已經入盲區啦。是啊，160度好盡，你啲過大，我肯定你唔係。好少好，冇必要咁大，唔係左右，你唔好你望住個鏡，喐，你唔係感覺到喎，你睇到隻手指喐喎，上下喐喎，係啦，差唔多160度到嘅咋，唔好呃自己啦。我細個就話，咦，我咁都得啦，呢個叫感覺，睇到喺呢一度，呢個叫感覺啫，明唔明白？你真係睇唔到。不要成日呃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大约160度到啫嘛，大家都我叫好大噶啦，因为喺度呃自己。OK， 好啦，先知道我哋呢、這个嗱，我哋呢个160度到嘅视觉范围。喺防守入边有个概念，就系叫做人球兼顾。人球兼顾系即系咩咧？佢要望波同要望我，你一定要望晒呢两样嘢嘅。如果我站在他的可視範圍160度前面，他只要向前望，他就會抹殺我了。
我是冇得 fit 嘅，呢、這個時候我 fit 唔到佢嘅，只能利用我嘅空間波去射一個波嘅啫。即係我只可以做一樣咁嘅效果，我 fit 唔到佢嘅，呢、這個叫空間。但係如果好似上次咁，我要 fit 到嗰個人甩嘅話咧，首先佢唔會守聯防，你聯防上面做唔到呢樣嘢。通常呢個係釘人嘅時候做。釘人嘅話咧，你唔會企咗波拉中間噶啦。咁佢通常咧都會係咁上下嘅釘人範圍。好啦，因為佢又要望波，又要望我嘅關係，所以你見我上次都必然會帶嚟呢一個位嘅。點解？嗱，睇住停，開始要擰頭啦。我哋睇住佢嘅視覺範圍160度，所以我而家企呢個位置已經係佢盲區嚟噶啦，佢睇唔到。我本身喺右手邊，喺佢嘅盲區位置，我走入去呢一度，印象。就是在这里消失，就会在这里出回来，所以他下一个动作就会向左望。上次我就是这样了，就是来到这里，而且我会刻意告诉他，我向底咳，就是拨这只手。我哋系话埋俾佢听，等佢望好啦。你见唔见到佢个160度嚟到呢一度？所以我嚟到呢一度嘅时候会停低，然后我哋就会弹翻出去，明唔明白？一弹出去，逼到你啦，快到未？因为我知佢下一个动作一定会望呢边，所以我就直接嚟到呢度停埋，再走翻出嚟。但系正常咧，我哋一个搞动作咧就得噶啦。你好难捉到我。同樣啊，點解我今次 cut 呢邊啊？因為我啱啱教完你，我嘅印象就係呢度出嚟，呢度出啊嘛，我一定走嗰度。記住，利用印象，你要讀懂呢個人上一個畫面，你先會 fit 得到佢。嗱，先入一個誤區、盲區，就算佢點黐你，呢、這個盲區都會出現。除咗佢完全唔望波，佢只要有望一次波，佢都會中。所以你記住，同樣你又要用你的視界，我一路向下，我隻眼是睄住佢，睄住佢的頭有沒有望到個波度，明唔明白？一睄到的時候，我哋先 fit 到佢。利用佢的盲區走出嚟。OK， 所以你見大部分的射手要走甩人都一定要嚟呢度，因為你的視界就是呢度是盲區，清唔清楚 ？OK， 呢個是以前練 N1 玩人的時候波，我哋個盲區頭殼頂的盲區呢一度，明唔明啊？嗱，高過嗱高過呢度咧。高過45度望不到的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直接開始要望啊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們在這裡他看不到個波。
明白，即係回力刀咪就係咁樣做嘅咯，向上翻嚟咯。上面有盲區，下面有盲區，明白？我哋視界就係16:10，完全望唔到。係啊，所以咪就係咁樣 fit 你咯，明白？咁個波喺你呢度唔見咗嘛，然後最緊要交呢場戲喎，望住嗰度，咁佢就信噶啦。Yeah，OK，、okay, 試下咯，我交波入佢盲區先，係啦，嗱停，阿豪啱啱已經 lost 咗你噶啦。系啊，甩咗啦！阿豪啱啱甩咗你，你啱啱咪望地下啊，甩咗阿 CM 噶啦！记住，我哋要训练自己嗰个眼力就系咧，望住前边，但系你可以留意两个地方嘅，即系而家望住镜头，但系我留意住摄影师嘅，我留意住嗰个镜头嘅，我而且会望住呢一边嘅，我有刻意咁训练自己嘅 ，Magic Johnson 当年都系咁训练，我哋就系要望住前边。望到呢兩點嘅嘢，所以我細個嘅時候睇電視係咁睇嘅，部電視喺度。嗱，雖然好低能，但係真嘅，即係咧咁樣咯。我望住你，我睇緊個一字；我望住你，我睇緊個二字；我望住你，我睇緊窗出邊嘅嘢嘅。我哋就係要咁樣訓練自己。我真係咁訓練自己嘅。我哋而家開始示範，我哋示範阿 CM 做。OK， 阿 CM 記住，你唔好喺外邊入。點解啊？佢咪一路睇曬兩樣嘢咯，直吸係啊，向下係啊，向唔係向下，即係咁樣。我哋嗰條路線係唔好咁樣喺外邊入去。OK， 我哋向下拉，因為你要力，因為佢個盲區係160度後啊嘛，所以你應該向佢膊頭呢個位走埋去，咁就啱。你記住，你個膊頭亦都係你個視界嚟嘅。OK， 佢視你個膊頭喺呢度啊嘛，呢度180度啊嘛。160度咯，佢向住呢個位置，下邊就係盲區。試下咯，走落去，係啦，去盲區。哎，停 ，good fit， 但係可以利用多一步。俾我，我會翻轉頭，我真係會翻轉頭。你可以喺度喺入邊加個停頓。第二，走出嚟係有步伐嘅。睇住，我哋去到呢個盲區嘅時候，假設我去嗱，假設呢條線係盲區啊，阿豪企喺度 ，good 嗱，呢條線後邊係阿豪盲區嚟噶。OK， 我哋走嗰個步伐係點咧？睇住，我哋就係要 shake， 用核心揈翻出嚟，明白？我哋就係單腳彈出嚟。再睇多次，我哋係入嚟 ，OK， 1、2、3，明白？我哋入嚟出翻嚟。啱啱 fit 你就係咁，睇多次。啱啱 fit 你就係 ，OK， 1、2、3，唔係嗱，記住，因為我哋要有一個假動作向呢邊啦，係咪？所以我哋用呢只腳彈翻出嚟，明唔明？所以我哋就係出翻嚟，用埋腰，你會更加快，明唔明白？咁樣走翻出嚟，試下咯。哎呀，你多咗半步而已，開始 fit 到你啦，係咪 lost 咗一下嘅？但係嗰一下你翻呢邊咧，你就贏啦，明唔明？真係爭一下啫，再嚟咯。錯咗一下就係你推咗佢，你推佢出嚟啦。啱啱咧，阿 CM 就係咩咧？就係 fit 完，佢推佢出嚟，你就話俾人聽你出呢度噶啦。我哋如果要出嘅話，記住我哋係拉佢去入去呢邊。
我哋就咁樣走到埋嚟 ，OK， 一帶佢轉身嘅話冇噶啦，轉身嘅話，如果佢由頭到尾望住我，咁點？嚇？咁點？係啊，壓埋去，阻住佢走出去，唔明白？但係如果你係真係要佢個視覺甩嘅話咧，甩嘅話咧？我啱啱想一路匿埋喺個背脊，因為上次我有個學生咧，我上次有個學生就係咁樣匿完之後，你一路匿個背脊，佢都可以揾我唔到嘅，即係我陣間真係得嘅，明白？我想一路匿埋喺佢背脊。好，再嚟咯，嚟一次啊，阿 CM 嚟得啦，試一次啊，翻轉頭，要翻轉頭嗰一下，其實呢下 fit 走咗啊，反而呢下翻轉頭，我建議你翻轉頭。其實你而家你見到阿豪追到你嘅，點解啊？你喺呢度開始發力啊嘛，你呢度開始發力，出去呢度比較遠，你呢度開始發力，出去呢度比較遠，所以你係呢度發力 ，fit 呢度翻轉頭，明白嗎 ？OK， 再嚟多次 ，last， 哎 ，good， 哎呀！系，佢跳起咗，佢因为失位啦嘛，佢咪扑出嚟咯，再潜多下就 perfect， 系咪啊 ？OK， 好，住，试下，停停，唔好走埋去，唔好走埋去，走埋去你直情冲埋去做，好似即系咁啊！你有冇见过人暗杀系咁噶？冇噶嘛，明唔明白？你自然啲行埋去，突然间走。不要被人慣了你的節奏嘛，所以我們一路你都是這樣的，我直接倒後走添，等你放鬆嘛，是不是要等你放鬆嘛，大哥你不是，你走過去的大哥慢慢走，是啦，望住我，停，望住我，明白吧，人家不知道，那他就望住我的啦，你望住我，他都會望住我的，明白吧，望住我行埋去，黐線！你可唔可以個眼神唔好飄啊？你啲眼神唔飄得唔得？你咪就係咁，唔係你有咁難，唔係所以你要訓練咯。你要訓練望住你，但係望住個 cam 嘅，明白？望住你，望住嗰個 cam 添。你要訓練自己嘅。本身我哋防守啊，就係要咁樣望曬兩樣嘢噶啦。我望前邊望曬兩樣嘢噶嘛。所以你真的要練的，如果打籃球你想練假動作的話，你是這樣在這裡眼細都看得出你流啦，流是一種感覺來的，明白嗎？阿劉華是啦，好一點啦， good， 是好靚，哎呀， good shot， good shot， good shot，但是我們走出來的時候，你想射這球是不是用核心跑出來、啊、這個未教的，遲些會再說，但如果你想握這球想射得到的話，記住我們用核心，這裡開始用核心的了，一飛然後壓住彈射波，
用住核心嘅，再嚟啊！再嚟多次，再嚟多次，系再嚟多次，跟住即刻翻转头啊嘛。Good。嗱，记住佢咧之后唔信你噶啦，系咪啊？佢已经唔信你噶啦，因为佢拧转身，阿 CM 咧佢好容易甩走个波嘅。有啲防守系咁嘅，你系好惯性望波，佢系唔惯性望波，主要望住我。啱啱我都 fit 佢唔到嘅。当一 fit 佢唔到嘅时候，咁样吊住望，你会点？咁咪得咯，明唔明白？如果个防守者系咁样嘅话，佢边有能力偷到你波？你喺篮底，明白？你就起势向前顶，所以呢个就系靠你嘅经验。一转佢望住我，即刻顶佢咯。嗱，你边有一手啫？明白吗 ？OK， 再嚟多球，拉屎啊！停，未入误区，佢摸咗你，唔系未入盲区，佢摸紧你啊！未入入咗先撥，明唔明白？望住我，系啦，再翻转头改一下翻，再翻转 ，good， 系啦 ，perfect， 明唔明啊？就是这样 fit 两下你就甩到咯，是不是？反而真的临尾是甩到，只不过你平时就是惯性 fit 一下嘛，明白吗？即是你巴尖头，我得一下的啫，我得一下的啫，不是，你可以九十几个假动作先剪，都输了。Good shot 啊，这球 ，OK， 好，今天要教啲诚实嘅人做假动作好辛苦，我发觉教好多人打做假动作系好难嘅一件事，大家太诚实啦，都系好事嚟嘅。OK， 世界好和平啊。OK， 好，今日完。哇，有冇咁老土啊？Top 跟啊，大佬。